本来有看到他一直开过来，本来要离开，但是不敢离开，怕油枪会砸我，所以等着被他撞啊。枪来弄掉了，我就紧叫大医院紧等伊哇，啊不惊危险嘛，也倒火啊。我们基本上现在把那个紧急遮断阀已经把它全部都关起来。欸、然后因为安全考量，我们现在悬站没有办法营业，不能营业，先停止营业、嗯。然后我们交接厂商目前在帮我们评估说，现在是先把它关掉之后，机器移开，那我们可能换新的机器过来。评估完之后，应该才可以开始营业。那这一起交通事故哦，是一名赖姓男子哦，他哦自称今天从大村出发，然后要往花坛的地方哦去处理事情。那因为他自述有失眠症的一个情况，那所以驾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就冲向对向的加油站，那先擦撞路旁的一台自小客车，那又冲进加油站，那导致加油站正在加油的自小客车哦，被撞击，然后导致加油机翻覆，那也造成一名驾驶受伤，那此次的事件总共波及3台自小客车，造成一名人员受伤。